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今天浪哥带我参观那个流浪汉基地啊，然后我们从那边过来啊，发现这里有两栋新房子啊。浪哥你看，嗯，这个没人住的，没人住，没人住啊。这个房子，对啊，房子那么好，是吧？我看能不能把它租下来，租下来我会把它改造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呢刚刚发现的房子啊，非常好。啊，看一下，看能不能进去。这好像还有水哦，你看还有龙头。哦。啊，这里上锁了，可能有人住吧。看一下，这个里面乱七八糟的。你看那边那个鞋。这边这个房子啊，这里有那个鞋，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好像有人住啊。哦，这有人住，不好租啊，要是能租下来就好了。那个。这有人住，有人住啊？对啊，挺好的，这个地方怎么样？那个还有那边还有个小房子啊，还有啊，过来看一下，这边那边还有个小房子，那个可以免费住。哦，过去看一下。然后这边还有个房子，老大，这里，对呀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房子？是什么的呀？这个是个雨棚。雨棚，我看一下。啊。这个怎么可能住人啊？晚上是坐着睡，坐着睡下去的。对啊，就这样坐着，嗯，坐着就行了，这里可以睡。现在我们回去了，这是个好地方呀。浪哥，想办法把它租下来。今天浪哥说，这边有人种了西瓜，那个西瓜地啊现在已经荒废了。我们过来看一下，看有没有那种。找一下吧。对，看有没有那个，就是说有生的西瓜。哥，啊，你去那边找嘛，你去那那边找，我在这边找。好的好的。对。这里还种了那个红薯啊，之前我们这个地方来过，然后在这边发现他们种了很多西瓜，但是现在好像西瓜没有了。我们也是在这里碰运气，还能不能碰到一个，是吧？没有啊。哎，我去，真的有一个，没想到真的找了一个西瓜呀，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。看，啊，那个就在这里吧，这里凉快嘛，来就在这里。哎呀，呵呵，哎，那个，啊，听说那个西瓜可以弹开的，我试一下看能不能弹开。弹不开，等下啊，弹不开吗？都没弹，我弹试一下嘛，看能不能弹开嘛。等会儿啊，你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这个西瓜我刚刚弹了一下，弹不开呀。喂，我在铁上给你打开好吧。啊，你试一下。哦，来来来来，给我一半。来。哇塞！没想到这个野生的西瓜也是那么好，嗯，品质那么好的啊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非常甜。哼，我也吃一下。嗯。哇，真好吃。哇塞。嗯，特别好吃啊。嗯，好甜，太甜了。嗯，我们今天运气特别好啊。嗯，好甜啊，这些吗？等下把这个吃完，然后再去那边看一下吧。对。嗯。